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频道。今天是我们免疫觉醒 online 的单元。今天我们开始来讲一个大家目前越来越讨论越来越多的话题，肠道益生菌。我们的题目定成叫你所不知道的免疫抗癌密码，肠道益生菌。这个部分呢，将会有大概有七集的一个成分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先跟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赶快来进入到第一集的部分的内容。肠道内面其实有一群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其实是一群一群的。它是我们指这些通常指的这种体内的微生物，是指说定居在我们人体中的微生物群，包括细菌、寄生虫、病毒，甚至像真菌。其中以细菌占有比较重要的角色。体内微生物族群主要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族群，一个是居住在肠道的，我们叫做肠道微生物群，有人叫做肠道菌群。另外就是肠道以外，包括口腔、阴道、泌尿道，甚至结膜、呼吸气管里面，都有这些微生物群的出现。体内的微生物群的族群呢，经过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研究，大概有1100兆以上，对不起。人体的肠胃道当中居住了大概超过10000亿种的微生物，其中大概有将包括10000多种的细丝细菌。尽管肠道菌群的组成会根据肠道的部位，比如说小肠当中的十二指肠、空肠跟回肠的肠道菌群的分布就会有些不一样，也会根据个体的年龄，像有时候年纪越大，有时候菌群就会改变，重点是跟我们的饮食、饮水、环境等等都有变一些差异，重要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的体质有一些所关系。但是这些肠道菌群呢，会在身体当中都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例如说肠道免疫系统的异程、免疫系统的成熟，跟我们肠道免疫菌群还是会帮助我们维持维生素的合成，跟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防御的动作，因为毕竟我们还是需要吃一些食物，从口腔里面进食一些食物进到所谓这些食物外来的食物进入到肠胃道，如何避免这些外来的食物去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肠道的这些菌群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一个角色。免疫系统不只是会去对外做所谓的对抗细菌、病毒，甚至一些病原体、疟疾等等的病原虫的一些攻击，你万万想不到说，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许多的免疫系统，包括胸腺组织、淋巴腺组织，甚至扁桃腺组织、肝、脾脏、肝脏等等都是免疫系统。但是你万万想不到说，其实我们体内最大的免疫器官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骨髓、淋巴结、胸腺等等，最大的免疫器官是我们的肠道。免疫系统呢，其实对外可以去对抗病原菌，对内对一些所谓的变碳变的细胞，对一些所谓的不正常的细胞，自己身体的正常细胞所演变出来的异常细胞，包括癌细胞，它本来就有监控、清除这些坏细胞、不好细胞的一些角色。在我们身肠道里面栖息的这些100万亿的肠道菌群，其实这些小细菌对我们的抗癌密码其实是有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癌症病友呢，需要知道说肠道菌群如何成为抗癌的秘密武器，以及呢肠道菌群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的癌症治疗当中发挥出一些所谓的帮忙的角色，这是我们这一次开辟这个节目当这个开始讲述这个节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初衷。首先要了解肠道菌群对于免疫的帮忙之前，我们要先了解肠道菌群是什么。肠道菌群其实这个字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叫肠道，一个叫菌，一个叫群。所以肠道当然是这些肠道菌群住在我们的定居在我们的肠道系统里面。科学家给了肠道菌群一个很简单的定义，通俗一点定义，就是生存在人体肠道里面的大量细菌构成的群体，就叫做肠道菌群。它跟我们的病毒、真菌、原虫、噬菌等生物构成了一个很特别的系统，叫做肠道的微生物的生态系统，简称叫肠道微生态系统。所谓的群体，就好像我们看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些所谓的所谓的那个卡通里面的一些人物，这些小人物就是一群一群的群体。肠道的群体当中，也跟这些这个卡通人物一样，
有分成不同的形形色色，肠道里面居住了一百万的一个这个肠道的菌群出来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一大群的群体，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社会一样，是一个大群体，有非常多的族群，有的族群，有的这个肠道菌群当中，有的菌是好菌，有的菌是坏菌，有的菌是属于中性菌，所以其实我们肠道菌群当中有好有坏，也有中性的角色。所以就跟我们的忍者在这个社会这个属于群体当中有一样，有好人，有坏人，也有所谓的不好不坏的人。而肠道菌群当中，其实我们对好菌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比菲德性、洛克洛洛 lactobacillus，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所谓的 lactobacillus。坏菌我们就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比如说难治性什么难治性克鲁斯克 corrosion，还有说所谓的肠球菌等等，都是属于所谓的坏菌。然而这些所谓的好菌、坏菌或者终身菌，就好像我们的生态系统一样，还有刚才所提到，它会跟一些所谓的其他的真菌、致菌体形成一个所谓的生态系统，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所谓地球上的一些生态系统一样。这些生态系统呢，必须要有人去制造氧气，有人必须要清除废物，有人必须要产生一些所谓的氧气，有人必须要在所谓的气温的调节、气候的调节上起到一些作用。有些人的东西，有些的这生态系统的维持，就还是必须要靠有一些所谓的二氧化碳的制造者，才能够提供植物有二氧化碳吸收。那植物也能够去尽它的本分去产生氧气、养分等等，然后帮助我们水分的水流，就水分的一些维持，保持一些水土完整，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态系统。而我们的这些生态系统，在我们生活的生态系统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做有些地方做了一些的破坏，比如说我们这些工厂排放了废水，排放了一些废气，或者制造了一些所谓的空污，让我们整个环境产生了一些变化。当这些环境的变化，其实污染会影响他们当地的区域的情况下，因为当地的一些环境、气候等等的一些状况。但是因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如果在这个区块的生态出现了问题，相对因为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循环结构必须要维持一个恒定，但有个区块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生态系统会互相的这个所谓的干扰，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生态系统，也慢慢产生一些失衡的状态。这好像是什么？北极的冰、南极的冰都在不断的融化，这些不断融化的冰，除了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的冰块、我们的冰层、冰雹都慢慢的溶解，让我们的南极跟冰、北极，让我们的北极熊不再有没有很好的地，没有很好的食物可以蜜雪，那我们的南极的企业也越来越少。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说，北极的这些问题竟然会影响到今年春节，2021年春节的时候，德州竟然变成一个冻，几乎变成一个冰冻的城市。德州在冬天基本上它的温度大概都还可以维持在16度左右，怎么突然之间因为北极的这些所谓的冰雪冰帽的问题，让它的德州，美国德州瞬间变成了一个极冻的城市？甚至他们的所谓的油排气设备，油那个连暖气的设施都并不是很充足，最后造成它的断气、断水、断油、断电等等，让这些德州居民等到说已经没有办法有暖炉取暖，甚至必须要烧家具来取暖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系统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然而，我们肠道的细菌也跟我们刚才讲的地球的环境是一样，北极的问题会影响到美国的德州。我们肠道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会有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宿主的一个所谓的生理行为，包括我们的肠道的吸收，以及我们的营养的状态，以及我们的免疫状态，以及我们的新陈代谢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问题。包括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的组成，包括我们的细菌到底是好菌多、坏菌多，好菌跟坏菌，还有终身所有的这些中心菌之间的所谓的交互作用，它的平衡关系是什么样，也会影响到肠道系统。另外，每个肠道系统当中所含的细菌的所谓的这些细菌产生的一些所谓的代谢物质，以及这些细菌各个不同细菌的生长、存活，以及它的所谓的游离的状态，也会影响到所谓的肠道细菌的一个菌群之间的一些平衡的。不论是宿主的关系、病毒、细菌、肠道菌本身的关系，以及肠道菌之群这些的互相的交互作用，这些种种的关系都会影响到肠道的微生态系统。
所以肠道菌群呢，是被认为是一个被遗忘的器官，甚至是有人称为它第二个基因组。怎么说呢？这些肠道菌群呢，不只是会在互相的一些影响到自己的一些肠道菌的一些作用，肠道的一些反应，甚至肠道一些消化、吸收、这微生物的制造。重点是它会透过一些所谓的一些免疫，甚至荷尔蒙的一些机制，会跟其他的器官产生不同的交互作用。比如说我们常知道的就是肠脑轴，肠所谓的肠脑轴，就是肠道系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所谓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智力的退化，包括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过动症等等。另外，肠道会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焦虑自律神经系统，让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失衡，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内分泌系统，造成内分泌系统失衡。肠道系统也会因性菌群，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糖分、血压的代谢，甚至肠道菌群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的功能，甚至肠道菌群也会影响到免疫的系统的功能。肠道菌群就似乎像一个百变的，像是一个百变女郎，常常像是一个交际花一样，它非常跟许多身体的其他的系统都有一些交际，有一些交互的作用。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虽然它是一个肠道菌，但是似乎它在身体当中，我如一个第二个，便是一个器官一样，跟许多的器官有非常多的一些交互作用，似乎也影响到我们许多生理上的一些系统。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些讲的一个内容是告诉各位说，其实肠道菌群是我们目前来讲是一个肠里面居住的一些所谓的细菌所构成的一个群体。这些群体呢，其实非常的特殊，它对我们身体的许多的机制都有一些调控，对我们免疫的机制的调控，对代谢机制的调控，甚至一些所谓的压力荷尔蒙的调控，以及所谓的一些代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制，心血管机制都有一些影响。这些机制呢，对我们癌症的病人来说，特别是在癌症的治疗、癌症治疗一些副作用的处理来中，甚至免疫治疗的部分，都有一些相关的作用。这部分将留在我们下面的几期为各位会再为各位一一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各位继续收看这个抗癌的，就是肠道益生菌的一个系列的一些内容。谢谢各位。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更多癌症治疗新知，请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